那个学妹真的好像好漂亮。不可能为了任何人去改变你自己嘛，所以你更需要的是一个懂你又在背后默默支持你的女人。我承认大学的时候我对她的确是有一些好感，我今天来是想要给你改变彼此未来的机会。你没说，所以你不知道我跟你有多少阻碍，不用她来告诉我。周日晚间10点，皮克去飞瀑洗净科技，碧池女人再重视。